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，三号经中韩磋商后达成一致意见，韩方将向中方移交新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，双方将于今年9月15号在韩国共同举行装殓仪式，9月16号举行交接仪式。据了解，自2014年至2021年，两国已连续8次成功交接825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，今年是按照中韩双方达成的共识实施的第9次交接。